几分钱又还烂。我这老头子爱船，到这里来看看船，在顺便旁边巡夜看有没有泡沫球。这尽量不要花钱的，都不要去花钱。哦，有货有货有货，下去看一下，在那边有一条鱼。哦，那一个是饲料袋，一条是死鱼，哦，肚子都绽开了，那就不要，肯定不能吃的。这地方也太远了，你看这看去很好看，没有东西就没有东西，等到那一头呢拐弯的地方再去看一下就可以。这里发现一个泡沫球，这个可以，你看，哦哈，这里啊，鱼啊会不会多？非常的多，这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你看都是鱼，都是鱼。不过这鱼现在都差不多烂掉了，我也没带个东西来。不新鲜我就不要，像这个都暖暖的，不要。你看那有一只猫，吃鱼吃的饱饱，看我来了就跑了。现在我到这边来看看有没有货。你看这里有一条小鱼，这个就比较新鲜一点，不过也不很新鲜。这还是小鲁鱼，现在已经死了，不过这个还你看挺结实的，可以，今天都没货带走。这里有一条这个小的龙鳝鱼，哇，这个也不很新鲜，不过这个弹性还行。我闪，看颜色很挺不好看，都没鱼鳞了，嘴巴粘粘的，看眼睛不好看，哦，闪还行，闪，这可能就是今天早上给拍上来的，找了这一大片地方，就找五条小鱼，刚才那几个地方都是臭鱼，这样还是算好的了。再找个小袋给装起来。这边就算这么大，有礁石的地方。怎么搞啊？没货啊？水坑里面也没货。这一排蟹洞，这边没太勾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一条绳子，哇，鱼呗！你看会不会多？就放这里，就放这里，都给拍下来了。我有鱼就行，我也行，可以吃的。哎，这有一条，你看，我刚才看见螃蟹了，我才知道这里有。你看，螃蟹给逮一大堆在那边吃，就给我看见了。哇，你看，真的吃坏掉，看看能不能吃的。我看我都没得吃，还。照顾你们。嗯，其他地方再看一下。这还是在什么坑？有的时候卷进来了就掉了这，今天怎么都没破？哦，这里一条。都是有点烂，哎，先拿回去的是吧？能吃就吃，不能吃的就是这个也不新鲜。我这还算可以，这可能是今天突然间大风那个拍上来，拍没掉。你看那边有一条，鱼也很厉害，舌头都掉出来。舌头都跑出来了，这边再逛一圈呢，有就有，没有就回去了。还不错，有这么多可以。本来想找泡沫球的，
今天没什么泡沫球。